Do you agre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persecuted the Uyghur population? Congresswoman, I'm here to discard TikTok and what we do as a platform. And as a platform, we allow our users to freely express their views on. What is your reaction to TikTok's CEO not formally acknowledging what is going on in Xinjiang? It's crazy. I mean, I think this is why you see growing bipartisan concern about TikTok and support for a ban or a forced sale, because they won't answer simple, obvious questions. This kind of attitude is actually a form of complicity. During the Holocaust and after the Holocaust, it's been said that those who are silent enable the perpetrators. And I think the same applies today. Is a clear indication, a clear display that he is controlled by the CCP government. Burying your head in the sand is not a good strategy ever. We are all well aware of what's happening in Xinjiang. Anyone who refuses to acknowledge the reality of genocide, as the CEO of TikTok has done in his refusal, has no conscience. Seems like a long time ago, but don't forget, this is the very Xi Jinping that unleashed a virus upon the world that killed millions of people, including over a million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gets seldom referenced. It's hard to imagine the staggering impact that COVID had on the world, and yet no one's held Xi Jinping accountable, not for the leak from his lab, which happened, but for the fact that once he was aware that he had a leak from his lab of a relatively lethal, relatively contagious virus, he foisted upon the world. He made a decision to hide the data, to hide the information, to off the researchers, and to put thousands of people on airplanes and transit them across the world with the death and destruction and the economic harm that followed from that. This is the very same Xi Jinping that is working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us.大家好，欢迎来到你可看七哥，谢谢导哥。好，那个导哥，明天就立春了哈。对。然后美国的这个2月2号是这个土拨鼠出来，然后就象征着这个春回大地。所以呢，那个我看到最近啊，就是我们这个刚才这两个片头啊，现在就是美国的这个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哈。 我发现他们就是现在对这个灭共的认识是空前的一致，而且这是不分党派的。所以我看到就是上周的话呢，就是在国会有两个听证会，然后有一个听证会呢，就是明确就是谈到我们几个月之前新中国联邦的独家爆料，就是新的邪恶轴心国。他们请的这两位听证人呢，一个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蓬佩奥先生，他以前是这个前国务卿，也曾经。 担任过这个中情局的局长，他是代表这个共和党的。然后呢，还有一位先生呢 ，Panetta 呢，他是奥巴马时期的这个就是国务卿和这个也是担任过中情局的局长，但是他们两个哈，就是在这次听证会上都不约而同的，就是用我们就是几个月之前就是谈到的中共呢，现在他在领导着一个邪恶的轴心的势力，就包括什么北韩呐，就伊朗啊，还有这个普京啊，对对对，所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我当时就看到以后，我是觉得。 真的是现在他们用的这些话术，包括这次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Mike Gallagher， 他也是就在讲，他说习近平、普京、哈梅内伊、金正恩、哈马斯，这不都是我们以前提到的吗？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再看一下，再往下就看一下，这蓬佩奥先生就明确的就指出了，这是一个新的邪恶。 轴心势力，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以后哈，我是觉得就是距离我们就是新中国联邦几个月之前的独家爆料，然后提出这个新的这个邪恶轴心，到现在其实就是短短的几个月，所以，对，啊，所以这个速度真的是非常快。所以我们咱们战友就一定要记得，或者说一定要去传播。你说这刚才你说的非常对，就是邪恶轴心和谁提出来的？ 就是金正恩来往提出来的，所以去讲这个中东哈以的，我们报了那么多情报，谁报了？过去谁曾报过？是我们在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去传播，我们不要忘记这些我们过去做的这些事情啊。这不是说咱们报了对爆料革命说这个重要的事情，是对全世界、全人类和平，对这个保护这些普通的老百姓，甚至保护这些西方国家，那都是很重要的这些情报，很重要的这些信息。你不要看他们没说。
很多人都在关注，很多人都在利用这些情报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嗯，保护自己的老百姓，嗯，所以咱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过去曾经报过的这些料，嗯，给西方国家传递的这些信息，嗯，是吧？是的，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哈，这个是就是代表共和党的蓬佩奥先生，下面呢就是这个民主党的普纳塔这个先生，他也是明确的提到了美国要加强国防，而且呢就是要应对就是在这个太平洋地区就是对台湾对台湾要给予更多的军事的援助，嗯，而且呢他明确就是谈到这个习近平要攻打台湾啊，所以美国要加强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个防卫。所以我看到这个听证会以后，我真是觉得就是说现在全世界都达成了共识哈，然后也是不分党派的，嗯嗯。好，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同时呢1月31号呢众议院呢还有一个听证会，他们邀请了这个联调局的局长 Christopher Ray 先生，他有明确的就是提到就是中共呢他的这个黑客呢他不仅是针对政府和军事，他还针对就是美国的基础的设施，他有提到就是说包括美国人就是家庭用的这个 router 啊可能都被中共就是有黑客，嗯，所以我就想到我们以前的这个 GNews 啊也是遭到过空前的，嗯，包括 GTV 还有就是说我们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就是以前中共把对待这个所有的意见者的就是那些黑客的手段现在也都是用到就是对付美国的，这个，对啊，国现在过去的船，嗯，过去的律师事务所，嗯，电脑，嗯，是吧，然后还有我们过去有听到的像那个洗交所刚上市的时候，嗯，然后包括盖特等等的这些媒体，嗯，几乎经常性的被黑客攻击，嗯，对，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用的这个手段，嗯，你看你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嗯，这是多坏啊，对，就包括那个美国的水呀，啊，电呐，啊，交通，啊，火车啊这些，对啊，对啊，嗯，所以这个就直接影响了美国普通老百姓的这个生活跟安全，嗯，是吧，是，所以很多，就是我们在这个第三方做节目，其实有很多这个美国的老百姓听众也打来电话，他们说就是就觉得以前谈到中共啊好像是觉得就是很遥远，对，是遥远，就是说是政府官员应该关心的事情，跟美国的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现在大家看到了其实跟美国的每一个老百姓和民生的问题都是息息相关的， 对， 对吧，对，嗯，好，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以前我们在讲到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啊，就是中共是其实是不遵守美国的这种贸易的这个协定的，但是呢以前美国好像也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土的安全部呢就是突袭了一个就是青岛的一个三强公司在 Ohio 州的一个子公司，因为发现呢就是这家的这个国企呢他们为了逃避25%的关税，所以就把他们的这个工厂呢就是挪到泰国去了，所以呢这个 Mike Gallagher 呢就是国会的议员就写信让国土安全部去查，以前就这种事情呢就是美国的行动也是拖个几年和几个月，但是现在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快的，嗯，所以大家知道就是中共哈，它是对这个美国在华的这个企业进行什么突袭呀，现在美国也是用同样的这个方法，当然是在法治的这个框架下它是这么去做的，对，嗯，这个其实过去我还是了解一些，尤其是像在这个基础产业像纺织行业服装行业，对，您是做这个纺织行业的，对，过去在他们因为逃这个税然后就在泰国在越南就建这些工厂，嗯，然后来逃税来避税嘛，嗯，就这种，嗯，我相信现在像这样的一个事情未来会有很多，因为美国人现在也清醒了，清醒了，也知道共产党到底用什么套路，嗯，在逃避这个税然后再逃避制裁嘛，嗯嗯，是的，所以我看到就是那个当地的一家这个英文媒体就还报道，就是因为他们呢就在 Ohio 就用这种方式去逃避关税，所以导致了美国当地的一家的美国的制造业呢不得不裁员了25%的人，所以就是直接就是这种不对等的贸易的这种做法其实也伤害了美国人的利益哈，嗯，
还有一个哈，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拿出来讲讲，就是说，就是前段时间哈，就是在美国 DC 的，就是那个 Dallas 那个 airport，发现就是出现很多就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留学生，尤其是从事一些敏感高科技的生化的 AI 的，就是这些理工科的吧，这些学生在入境的时候呢，会遭到这个拦截。盘查，甚至的话呢，会查到一些这个原因的话呢，就是当场就遣送回国，而且呢不可以进美国，比如说规定五年之内不能进美国。其实这个现象，也是在过去几十年在美国几乎是没有发生的，而且他没有说针对什么从台湾来的啊，香港来的或者是韩国来的，就是针对中国大陆。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个网真的在收紧啊。其实现在可能他们也查到什么国防妻子的一些什么学生，或者是带着特殊的这个给中共国的这个任务来的，现在都会遭到盘查，而且是从这个 DC 的这个 Dallas飞机场开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真的就是对其他的中国留学生来讲也不是很妙的一个，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误伤到吧。对，我们相信绝大部分留学生是正常想来留学的，极个别的被中共花点小钱或者威胁的方式给他们去做这个收集情报，但是这种为数非常少，但是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然后被查到了，就导致了整个所有的留学生都会被影响，甚至我不是说你从中共过来，而是你已经在美国的你可能都会被影响到，是吧？对，是的，尤其是一些从事这个 AI 啊或者是生化的，对对对，涉及到这个军事啊还有航空啊等等的这些机密的一些甚至包括你在华的在美国的一些华裔的这些人都可能会被波及到，所以我们一定请大家在，尤其是从国内过来留学生，你一定要三思，你做这个事情你的代价有多大，可能就毁了你一生了，是吧？是的，所以我还看到就是说，就是前两年的话，那个联调局不是发现一个中共解放军的一个人，他隐瞒了自己的军方的背景，然后去哈佛大学就是从事一些这个敏感的科技方面的这个，后来据说这个人也是被抓了，所以现在就是不管时日长短，美国反正是肯定要是抓这些，为中共来做事情的这些间谍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看到这个新闻上说，洛杉矶有一个前这个市议员呢，他因为拿了一个中共国企给他的这个贿赂，尽管是前议员，现在被抓到了，现在还是就是判刑啊。罚款呐、所以我觉得美国人现在真的是学得很聪明，因为以前不是有个芳芳嘛，然后芳芳不是帮助很多什么当地的市长啊，还有这个议员选举啊，结果这个人就跑了。现在美国的人就是在这方面，就是执法机构对中共用这个金钱呐、去贿赂政客呀、有非常就是他的 oversight 就比以前强很多了，我觉得是。所以我们还要想，就是中共呢，你看他是中共的著名房企贿赂这个议员，首先是谁？第二个是他为什么要贿赂？他图什么目的？洛杉矶也是那个中共的官员他不可能喜欢去的地方嘛。我相信他不可能说议员是为了给他在这边。这个弄一块地块或者给他弄一个房地产，基本上都会涉及到政治。哦，就是说他们那个中共想扶植他们想要的人去做议员，通过这种利益输送，对对，所以绝大部分都是这种。所以我觉得就是像这种案件其实出来以后，它其实能够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就是说所有现任的或者是想参与这个竞选公职的人，他们都会小心中共的钱还敢不敢拿，是吧？对啊，现在你看不断的爆出来共产党呢在这个海外的这些机构，那个前一段时间那个爆出来是红杉资本，是吧？哦，对，红杉资本等等的这些类似于这一些他一定会被查出来，就过去你贿赂了哪些议员，你干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对吧？是的，这就是渗透，最简单就是他的渗透。所以像红杉资本它渗透的是就是联邦级的一些
国会的，其他一些国有的企业可能是在各地啊，嗯、就是 local 的一些公职的人员、嗯。那还有一个呢，我看到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美国呢是对中国的留学生现在开始收紧，然后审查。我看到这个加拿大呢又驱逐了一个给中共国的侨办工作的一个女士，嗯、她叫张静，这个人呢是江苏省扬州市的。其实她的这个工作啊，其实就是到加拿大去跟什么留学生啊、社团呐、啊、华人的这个商家搞好关系，这个其实我们在纽约和对就很常见，像那个什么梁冠军或者是一些对吧？但是现在加拿大就开始驱逐这样的人了，所以我就想，在美国可能也会很快就做这个事情。不是很快，是美国其实我们过去知道的有已经他有在做。已经在做了。对，据说有一些跟侨办有关的被抓到证据的，直接遣返了已经。对呀、嗯，或者是有一些被抓了，嗯，就商会里边的一些人呢，替中共办事情的、嗯，就类似于梁冠军这种，嗯，对，所以这个就是软渗透嘛，对吧？对用钱呐、啊嗯，或者是搞关系呀、啊，包括什么一些大学的学生会啊，侨社啊什么之类的哈，嗯嗯。那还有一个就是啊，董哥，就是上次的节目您有提到就是英国的那个钢琴家、嗯、然后说这个李珍居是不是在现场，哎，结果人家就抓到了，那刘梦颖他自己说的是吧，啊，他说跟我那个男朋友就是在一起来的、嗯、还有 Christine Lee 哈、嗯、所以我是觉得真的这都是不打自招，然后现在的话这个钢琴家越搞越大，全世界人都来给他这个站台，所以呢这中共一看可能有点收不住了，现在对他发起了司法超限战，现在是要告他，然后说你这个侵犯什么肖像权。我看这个钢琴家也是越战越勇，而且他一有什么事情的话就赶快就 公开，这有点像过去报了革命这个初期郭宪这个是吧、嗯，来直播，然后把你这个所有的行径丑恶的全给你爆出来，嗯，然后他们就动用了司法超限战，司法超限战 是的，嗯，这活生生的例子嘛、嗯，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这个英国怎么对待这个中国的司法超限战。所以这个事情其实看起来小，但影响力是巨大，嗯、而且确实也这个全球、嗯，尤其是西方世界影响的、嗯，就是让你摆在你眼前、嗯，共产党在西方是怎么渗透、怎么运作的，嗯，怎么来。对你对这个西方人进行这个迫害，他、嗯、就是这种最典型的这种方式。那国家过去几十个案子不基本上都类似这样吗、嗯、是吧，是现在就发生在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英国人的身上，所以多好啊，对对对，所以就是让更多人就知道，就是说这个中共的魔爪，他一旦就是说要触及到，就是说他从舆论上干不倒你的时候，他就会用这个司法超限战哈，对，嗯。然后呢我看到就是就是美国不是有这个出口管制嘛，就是不可以把这个就是说高薪的这个企业包括芯片呢给中国，所以韩国现在就也是在查嘛，所以他们就是有发现一个韩国的一个公司偷偷的把这个晶片给中共 国，所以现在也是被抓了。就是大概的就是情况，看到就是自由世界，特别是以美国、加拿大就是为首的这些西方社会，其实就是从各个方面，从经济呀、啊、政治啊、民生啊什么之类，都是全面对全面性的全面的围剿。嗯，他是你还记得过去有在加州有两个就军人给中共泄露情报，花5000块钱。就是那个海军就是水手嘛，对对对，实际上就类似这种，过去可能他们共产党已经用这种手段已经成功的运用了几十年了，嗯，现在就让你看到，嗯，美国西方世界不可能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嗯，现在就像你刚才说的全面的从各个方面来剿灭共，嗯，来抓来收紧，来给他们输送资金，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过去说的断那个脱钩，这就是脱钩的这些一系列的具体的行动。嗯，先从这个美国或者是加拿大境内先开始斩断这个中共的手啊脚啊和各种这个渗透的势力哈。嗯，所以我就在想着，导哥，这个习近平这个年不好过吧？所以我看到，因为现在哈，就是说这个像塔利班哈，他不是跟习近平就又见面嘛，啊？所有的这个西方的主流媒体都在报这个，这就是释放一个信号啊，这就是邪恶轴心啊，对吧？什么样的人，就他为什么不去其他国家？然后呢，在中共国还得到了习近平的这个
接见，这就是跟全世界人讲，我们就是邪恶轴心势力。所以我还在想哈，就是说那个就是中共哈，他为什么对这些像阿富汗呐、啊，包括非洲一些小国家特别的关注，跟他要搞好关系？可能后来我就看了，他就是要那个国家的资源，无论是矿产呐、啊、石油啊，其实就是把那些国家给殖民化，然后同时把他们就是绑在中共的战车上面嘛，就是。所以你看，咱们就是聪明的，当普通老百姓啊，或者是咱们战友就更那个了。就你看中共过去，他到底跟什么人打交道？他支持谁？支持塔利班，基地组织，然后这个哈马斯是吧？胡塞武装，这是珍珠党，然后更别说什么朝鲜、伊朗啊、古巴呀、啊，还有这个委内瑞拉等等的这些，就他们是一伙的。但凡是跟全世界这个文明世界对抗的，共产党都支持，然后都是很好的朋友。完了以后，他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说是我们是代表正义的一方，是吧？你看他过去做的几十年、上百年做的，不就是这些事情吗？是的，那就是这两天呢，还有一条这个新闻也是冲上了热搜。我看到就是啊，美国驻华大使馆还有以色列驻华使馆都在他们的社交媒体的官方的这账号上，就是用中文，他说了这个联合国近东这个巴勒斯坦难民的救济和工程处有12名这个雇员参与了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事情，另外还有什么400名的这个雇员拍手就是叫好。所以当时我看到这新闻的时候，这联合国就他就说就这个事情，第一哈，我有两个问题，我想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想的。第一个，就这种事情，这救济工程是什么巴勒斯坦，但是为什么是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这个官方的网站，还有以色列驻华大使用中文，这是不是就是不点名批评？对，是不是就是说这我们就是怕你不知道，我们就用中文跟他讲，是不是他们知道这是不是跟中国有什么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您以前在节目中有提到什么救济和工程处，是不是就是指这个？这个你刚才说的就是，其实现在我们在那个网络平台上这新闻里面看到，全世界很多国家已经停止了给这个救济工程处暂停，对，暂停了以后，然后他现在把这说所谓的说在内部调查，实际上都是在忽悠。然后那个过去实际上我们我记得有两期我也提到这个工程处，但是我们那会儿没有说的那么明白。我相信真正关注这个情报、关注这些，应该能 get 了这个信息。实际上，这个工程处，这个你看到我们这个新闻爆出来，实际上它是支持哈马斯，是吧？对，尤其是10月7号，然后甚至给这个哈马斯提供很多的物资，拿着西方世界的给他们的钱来支持哈马斯。对，但是另外我还跟你讲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提醒大家关注这个工程处？实际上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来传递一个信息，是咱们这个新中联邦内部的情报传递出来的。实际上这个工程处西方世界现在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工程处早就被共产党已经买通了，实际是共产党在控制的这个工程处。所以这个我们要跟西方世界传达这个信息，就是你要盯住深入的调查这个所谓的联合国的救济工程处，实际上是共产党在控制的，通过这个渠道，你看用西方世界的钱然后来支持恐怖组织，恐怖组织完了他们是听共产党的，所以这个工程处直接听这个共产党的，习近平指挥的，对，哇，真的是这个。而且美国是联合国的一个大金主，就是美国是最大的这个对联合国的所有的这个钱都是他们的，对，哇，真的是渗透啊。所以希望这个美国尤其是美国要深入的去调查这个共产党是怎么去控制这个工程处，怎么去用这个西方的世界的这些钱来支持哈马斯，对以色列，对这个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屠杀呢。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并不只是说简单的就是说暂停这个资助，而是要追拿这个背后的黑手，然后彻底把它给打掉，对吧？
哇，这个事情真的是大家都知道，联合国是被中共收买，但是怎么收买，现在我们就知道，我们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嗯，所以我看到这个就是拜登政府呢，他们现在哈，就是说，对中共的这个定位和这个认识呢，完全是把它当成一个敌对国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国务卿布林肯呢，他在会见这个北约的这个秘书长的时候，他有是谈到，就是和北约会建立一种新的合作关系，共同对抗就是二战以后的这个新的邪恶中心，再次就提到了中共国呀，还有普京啊，什么就是北韩和恐怖主义。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就是从这届美国政府他们所做所为，我觉得都是在正确的轨道上。对，你包括像伊朗的、嗯、最近他们不是之前这个前几天袭击了这个美国的军事基地、嗯、这两天美国已经联合北约开始攻击了嘛、嗯、伊朗的基地，就是他们有时候你看到他们说的不多、嗯、但关键在行动，这个很重要。嗯，是吧？是的。嗯，有一天我相信总有一天、嗯、甚至不会很长时间、嗯、就会对中共发起了精准精准斩首、嗯、对，我们看到这个星期五的时候，这个拜登政府终于下令，就是对这个在叙利亚和这个伊拉克的这个伊朗的武装的这个就是军事的基地进行了空袭，在半个小时之内的话呢，是用125枚精准的炸弹，然后袭击了85个这个地点，非常的精准，然后也是速战速决，就是30分钟。然后我也是看到就是这个拜登政府他也讲，他说这个我们是就是说当时这个美军不是有三名这个士兵就是身亡了嘛，所以就当时拜登总统呢是就是在那个德拉华的机场呢，把他们的遗体就是接送回来以后呢，就开始这个空袭啊，就是这些敌对势力。实际上你可以看这个三名这个美军士兵的那个牺牲，这个你不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小的或者微小的一个珍珠港事件，马上直接导致了美军开始反击。如果没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美国还会等？那当然了，因为之前从10月7号以后，其实伊朗的这个武装的这个部队已经对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军事基地进行了160多次的袭击，然后就有些人是脑震荡啊，但是没死人。对。然后所以这次是死了三个这个就是那个美国士兵，40多人受伤以后，主要是民意的这种压力太大了，因为拜登政府就是寻求连任，对吧？然后呢这个民主党他怎么去对待这个选民，我看所有的这个无论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就打死了美国人，他们一定是要反击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做给中共看的，这就是损害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安全、嗯、军人的安全，那他们就一定要出手。嗯，但是如果没有伤害了别的国家的时候，他们就等，就像过去的我们说的国家的一战二战、嗯、都是这种情况。嗯，是吧？是的，因为美国他们还是就是说先要保护他们自己国家的这个利益嘛。对。然后同时我们还看到就是说在印太这边的话呢就是美国和日本呢有在这个菲律宾进行这个联合的军演，然后呢美国有两个航空母舰，就是卡尔文森，还有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是里根号嘛，反正就是有两个这个航母参加的一个非常大型的这个军演。所以呢很多分析人士呢说其实这个热战是在中东，但是美国呢现在是在这个太平洋地区进行军演，是做给谁看呢？就是做给习近平看嘛。对，中共还有一个北韩、嗯、北韩最近不是频繁的在发射导弹嘛。嗯，那就是根据那个上次您有讲过的新中国联邦的这个体制内的爆料，其实北韩它发射的东西是中共帮他给弄的。对，对。然后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
国会呢，这个拜登总统也提名了一个新的，就是美国的这个亚太区总司令的一个这个人选，因为现任的这个人呢，他马上要退休，所以呢，这个被提名的这个人呢，他对他就是即将接任的这个职位非常清楚，目的就是要保护台湾，然后在印太地区的话呢，对抗中共的这个就是威胁军事，所以我看到就是美国真的是无论是从国策还有经济，然后呢保护知识产权，然后呢还有就是在军事上面是非常的那个还有两个新闻最近给你也可能会有影响，就是第一个，日本向这个美国采购了400枚战斧导弹，这也是应对美国应对这个中共应对中共可能发动了这个台湾战。第二个是那个北韩，另外一个就是韩国，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韩国把这个半岛这边的一个指挥权已经交给美方了，就随时应对北韩有可能发起的这个战争。所以我就在想，之前就是我们前几个星期哈，就是说新中国联邦的爆料，就是说习近平他肯定要就发动战争，所以我们从这个美国的这个排兵布阵啊，或者是跟这个他们的这个 ally 进行这个联合军演，我们就看到其实他们可能也是冲着这个准备，对，一定是做好了中共会开战的这么一天。你看现在中共习近平在搞什么北韩、俄罗斯俄乌战争、南海、然后这个哈以、胡塞武装完了以后在塔利班接见塔利班，就是他要把所有的全世界都搞乱，搞乱以后首先消耗这些西方国家的精力嘛，军事分布等等的，然后他自己找机会下手，让你腾不出手出来，甚至还帮着他，另外一个就是帮着这个俄罗斯，试图让他反转，在俄乌战场上反转，就是他要调停吗？不是调停，他就是现在俄罗斯不是在俄乌战场被动嘛，他就想让他去，因为最近乌克兰击落了那个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军舰，所以就是有小胜，所以他现在是想帮助俄罗斯。就是说那个不是他整个俄罗斯现在都是被动嘛，但是现在他希望能尽快帮他解决，或者是帮他扭转这个形势嘛，对吧？是的，其实我看到就是我乌克兰呢，虽然他们的想在美国这边寻求一些军事的这个资金，然后美国这共和党这边不是争论的很厉害吗？但是呢，就是欧盟那边就给他们这一大笔钱，所以看来他是那个乌克兰不管怎么样吧，他还是能够拿到，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他是会拿到一些军事上的资源，继续对抗俄罗斯。那我们再说一说这个中共国的国内的这个情况嘛，我看快过年了，但是中国这个墙内啊，一片萧条。我看到就有在网上有个视频哈，就是说上海这么繁华的城市在过年前都非常非常的冷清，而且中国的制造业呢大幅度的萎缩，所以我就在想这导哥，跟就当时您在国内的时候要过年呢，或者是纺织业，或者没有这么那种，完全是两个概念。过去我们这个一般做生意，不管外贸还是内销，那过年的时候是最忙的时候，对啊，11月、12月到1月份，几乎过年这个前几天都是通宵在发货，因为大家都在赶着发货嘛。所以您看这个，那你到商场里面那就人挤人啊，因为大家采购年货嘛。对，而且尤其是这个服装呐、纺织啊什么就之类的，你看这个东西，这地铁空无一人，然后商店里也没有人，对，然后车站也没有人，萎缩，对，车站也没有人，所以你整个就是一片萧条，是。所以你就看到在国内现在这个状况，大家就明白了。我们可能在海外，你没在那个当中，没在那个环境当中，可能不一定这么理解。那国内的战友，国内的老百姓，我相信是完全能明白。你看，这都是在不同的城市给大家展示的。
对，看到这个我就想起是在那个 COVID 期间，就是所有都lockdown 那种，就是就类似那种，对，就是非常的冷清。过去那个中共都是这个、嗯、这个说等这个疫情过后解封以后、嗯、老百姓会发起这个报复性的消费、消费，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也没有报复性的，对，没有报复性的消费、嗯、因为没钱，关键是没钱，然后企业又经济又差，外贸又没有，嗯，那你工资发不了，或者是很多人直接被辞退掉了，哪里来钱去消费嘛？嗯，是吧？所以当时您在国内做生意的时候，你看不到就是这种、哦，从来没有看到这种状况、嗯，从来没有，就包括过去几次的金融危机都不会像这种状况了。嗯哎呀，真的是太惨了。然后我看到就是说那个还有呢，就是这个中共他们通常是。就是面对这种民生很萧条，他不会说去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他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所以他就把那个标普，就是这个公司又罚了款了，因为这个标普他不是那个信用评级，对，前一段时间对给很多的机构，就是、对、嗯，结果他现在就罚人家了，对，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有哪个这个西方自由世界的公司会到中国来？这挺好，非常好。你前一段时间，嗯、你看上一期我们还在说什么解除这个、嗯、外资控。股银行啊保险啊、嗯嗯、这就典型的告诉你，你来了以后我想怎么处罚你怎么处罚你，等你把钱进来了以后你还想再退出去那就难了、嗯、所以西方的这些企业、这个够人，你要想去投资你要清醒，你要知道、嗯、哪一天你就是这个结果、嗯、你不听他的话，你不按照他的宣传、嗯、你给他带来负面影响的时候、嗯、通通都用这种方法，那也就更加就说明了，就是中共国的所谓的这个经济完全是吹出来的，完全就是撒谎和骗嘛。对，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标普，人家是用这个西方的这种专业化东西去评级，然后说了实话就被打压了，就对，嗯。然后我还看到就是说，就是那个中共现在要开放这个购房的限量，因为大家不是说这个房岛这个银塌嘛、嗯，那你说就是开放这个购房限量也没人去买啊，这些东西，所以然后法拍屋这量是激增。所以这法拍屋就是以前的话没有这么厉害吧？对，你可以看到二零这个就是2020年以后的，对啊，哇，为什么就是经济差，嗯，老百姓没钱，嗯，没收入，嗯，然后这个那你房贷就供不起了嘛，嗯，那你就会跟这个银行啊或者跟房地产公司，他就会有这种诉讼、打官司、没收、嗯，然后这个房子就会变那个法拍屋。嗯，那法拍我上次看到的法拍，我很多法拍都流拍，没人买，就100万，你最后降到50万都没人没人要。嗯，对。哎呀，真是的，房岛啊，银塌，那就是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中国的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尤其是那些上市的那些公司哈。很多人就说空壳公司，我当时不懂什么叫空壳公司，后来我看到在这个推特上就有一个人就说这空壳公司呢，就是说它其实是没有人头的，对，然后就是你看这是潜水艇战友分享的这个五大的这个那个上市公司竟然都是假的，全是空壳，然后说是号称多少亿，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是造成中国的股市其实都是泡沫啊。对，这就是起、嗯、我觉得这个空壳公司以前在、嗯、我以前在浙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解到一个离我们不远的一个地方有一个上市公司、嗯、哇，那个股价连续10个涨停、嗯、后来我们了解到其实那家工厂里边是养猪在里边对，他本来是对外宣传的时候他是做是钢材还是做什么，他是全国顶级的，结果后来被人发现里面在养猪，所以这都是假的，真正的都是打包弄得很好，然后到股市里面去收割、嗯嗯、最后倒霉的是谁啊？小散户老百姓、嗯、对吧？对，然后导哥我还就是记得哈，以前这中共国他也是把这种空壳公司就是打包是养猪的，他能到这个华尔街去上市，然后去就是圈美国人的钱，结果后来有两个这个美国人他们就跑到那个中共国去看，原来发现那就是一片废墟。对，是，所以这里面有中共国的一些公司帮他们去打包包装、嗯、甚至还有西方国家的这些公司、啊嗯、那就是华尔街那些人都脱不了干系的。对，因为是他们帮助这些空壳公司、嗯、然后把它包装好然后就上架了。 对，实际上都是假的、嗯、都是空的。
所以这是不是就造成那个就是中共国的就是 A 股啊就是跌跌不休啊，就是一直往下跌。上次那个上周六做节目不是就是2800也不是2900，然后后来有小有回升，后来对对对，后来您说肯定还会掉，结果现在就掉到2600多，2600多了。对对，星期五的时候已经到2600多，2700都不到了。所以那天我们上一期就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救市，所谓的好的这个政策，都是回春药，都没有用，因为你根本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中共的经济问题，经济下滑的问题，或者这个经济衰退的问题，是吧？那你只能因为老百姓，现在老百姓没那么容易骗，这一届的老百姓没那么容易被忽悠，你看这个刚才你看到了这个美国大使馆那个网上面、微博上面有多少人，到我今天下午看的时候已经将近70000人在上面留言。对，而且人家就都说那什么，赶快你们就开着航空母舰我带路，然后说精准就是那个斩首，对，什么银监会证监会，对，这个就是反映了真实的这个老百姓的需求。因为真正受伤害的是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他们的资金就辛辛苦苦的挣来的钱被人收割掉了，那你这些庄家、这些国企、这些企业的背后都是这些利益集团，都是中共的中南海的这些七大姑八大姨，是吧？哪个上市公司没有他们的这个插手的，没有他们的股份啊？最后他们用各种手段来收割普通老百姓，那普通老百姓，你看现在整个这个。国内的这个微博，我听这几天这个微博比这个推特还开放，就所有的话都说了，甚至这个我看到有人留言说这个直接美国放核武器吧，说我们要跟这些既得利益者同归于尽。那我就想问哈，就说明这微博的那些网管是不是也他删不过来？不，他删不过来。删不过来，是不是他自己也那钱也给卷进去了，所以他也就不了，连胡雕盘的钱都被亏进去了。就胡锡进现在也不再说话了。对对对，所以这个 A 股这一块实际上只是一个我们过上一我们之前说的，它是一个经济的晴雨表，就是真正的反映了。当然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假的，但是它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的经济到底是怎么样的。你我们能想到的，你这个房地产，然后这个企业。现在私营企业、国营企业的经济一塌糊涂，外资撤走，是吧？那你股市就没有人去，没有资金去投进去嘛。再加上这些庄家，他也知道股市在跌啊，所以他要回收钱，套现，他们用各种方式来套现，你知道吧？你像那个我昨天有看到的，有一个这个内部爆出来，说把这个庄家，也就是说这个大股东，他们把这个股份在质押出去以后，然后让股价给跌到平仓价的时候，然后要求那个券商给他直接这个套现，他倒是套现盘拿走了，那普通老百姓呢，是吧？所以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套现，因为他真直接去套现他是不允许的，就这种套路他们太多了，所以最终伤害的就是普通老百姓，普通的这个小股民，辛辛苦苦的血汗钱，所以为什么他们怨声这么大呀？对吧？而且我就看到这个 X， 就是推特，就上面竟然就有人就看到了有一个股民因为绝望就跳楼了，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说起来都是数字，可是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甚至是一个家庭。对，中共还在宣传，昨天我还看到中共宣传说这个，全中国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就这种情况，他们还在造假，还在骗，还在欺骗，都已经老百姓都已经到经济股市跌到这种程度，都已经跳楼了。我相信肯定不是他一个人跳楼嘛，是吧？然后中共还在这个所谓的说救市，又是这个动用这个什么20000亿，又是招商引资，甚至还什么开放旅游，还有免签，上次我们讲了很多的免签，十几个，而且是单方面的，对，希望引进更多的这个资金，这不可能呢，不可能那么傻的，对吧？再说我们就说这个旅游吧，你开放旅游，旅游真正的这些旅游资源，你看西方国家这些旅游资源都是这个上天给你的这个资源，这不需要你去那么不需要你去做什么的，
那你要真正要做的，你比如说你科技啊、技术啊，你真正的市场化呀，嗯，是吧？你真正的跟西方国家、跟这个自由世界的这个公平的竞争啊，嗯，然后又给人家的安资金安全、能源安全的这个环境啊，那你人家真正才会过来投资嘛，嗯，才真正的有资金进来到你的股市、到你的汇市、到你的房地产里面去，才能会带动你的经济，然后老百姓才能真正有钱，嗯，否则你一切都是假的。啊，最后好处你收购了普通老百姓的钱，对，最后都被你盗国贼那几百个家族都收走了，弄，然后收了以后又弄海外去了，是吧？老百姓辛辛苦苦几代人供一个房子，最后房子还被法拍了，这多惨的一个境况啊，对不对？嗯，哎呀，是的，所以我就在想，如果啊，美国政府他有一天也就是会能够冻结哈，就是这些盗国贼在海外的资产，能够补偿一些这些墙内的这些股民呐，啊，就是被弄得倾家荡产，该多好啊！希望这一波的这个股市的动荡、经济的下滑，能引起更多的像这个在大使馆网上留言的这些老百姓的清醒过来，嗯，才觉悟过来，这根本不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嗯，它是一个体制的问题，是共产党这个体制的问题。嗯，他是整个就是不把老百姓，嗯，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安全、老百姓的财富当回事，嗯，是吧？他压制普通的老百姓，不让他们去发挥，是吧？就让他们做这个砧板上的鱼肉，嗯，想要收割的是收割，不管你是从国家这个层面，国家主席、副主席到省级的，到这个到企业、私营企业家、国营企业到老百姓，嗯，共产党那几百个家族不是想收割就收割谁吗？嗯，想把你打压就打压，想让你消失就消失，这是体制的问题，更别说这点股市了，是吧？ 嗯，他们弄很多的空壳，类似于刚才那种空壳公司来套，嗯，你躲得过一个，你躲不过第二个嘛？因为那里边股市里面几五千多家上市公司，有几个是真实的，是真正的有盈利的，真正的是给那个有价值的，很少很少，对。所以就是一个虚假吹出来的，对，整个就是一个虚假的一个经济，就五点啊，五点啊，就是这么来的，对对。所以我看到这个，有人在说，你说这个天天在国内宣传说美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美国一塌糊涂，那老百姓没来过美国，真信了，嗯。但你现在还跟老百姓说我们老百姓过得很好，我们中国的经济非常好，全这个全中国都生活在这个什么。这个幸福指数很高，对，幸福指数很高，还什么这个用要怎么说，叫这个积极向上的，还乐观向上的这个氛围当中，嗯，就在你的身边，老百姓就生活在中共国，你怎么骗他呀，是吧？他骗不了了。嗯，是的，所以刚刚过去的这个台湾大选哈，我看到这个民调，就是说台湾的这个民众哈，就是绝大多数，大概70%-80%的人哈，都不希望跟所谓的祖国统一，都希望维持现状。所以上次台湾大选这个以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民进党啊，他是这个赢得了总统的大选，然后但是在立法院呢，就是前两天的结果就出来了，这个比较亲共的这个韩国瑜当了立法院的院长，所以我看到很多台湾的媒体哈，他们去采访就是柯文哲的这个粉丝，所以这些粉丝就特别的气愤，因为他们是知道，他们本来是支持柯文哲，但是他看到呢，就是蓝白河就把一个这个国民党的人就送上了这个立法院的宝座，所以现在我看柯文哲的这个信誉，经过这个事情，也是他失去了很多人，就是年轻人对他的信任吧。我觉得这也是中共希望看到的一个现象，对吧？对，嗯。还有呢，就是最近呢，还有就是说，中共呢，它现在就是单方面呢，它要改变，就是那个 M503就是航线，就是民用的这个飞机，就是之前呢，他们就是不可以特别靠近那个海峡的这个中线，但是呢，它现在就是说，就是说就不再就是说，遵守过去说好的这个规定了，嗯，所以呢，这个也是引起台湾方面的就是非常的紧张，因为就等于是你随时可能就是过了这个中线。然后我看到就是在美国国会，就是参众两院的这个国会议员都谴责中共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台湾大选以后，中共的这个就是文攻武吓，就是一直没有消停，而且可能会越演越烈。对，这个就印证了我们之前咱们新中国联盟
爆料的。嗯，就民进党赢了以后，嗯，他们用什么手段？就是围堵，对，围剿，气球，对，然后不停的飞，嗯，然后，嗯，这个要用这个军事来威吓，嗯，是吧？嗯，就基本上就现在就应该，我相信未来会越来越严重、嗯，严峻这个形势。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考验现在的这个赖清德的这个政府怎么样去面对中共在军事、经济围追堵截。对，当然我相信，像这个他会延续着前面的这个蔡英文政府的这个政策，嗯，就是跟西方的自由世界，嗯，跟美欧联合在一起，嗯，紧密的在一起，嗯，是吧？这是唯一的出路。嗯，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有很多人讲，反正就是习近平他肯定要就是要打。那么台湾人民的话，你想跟美军站在一起，还是跟共军站在一起？对，这个选择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我想，任何一个台湾人都不想生活在这个中共虚假承诺的什么一国两制。我们看看，就是香港的这个沦落，我们就知道了。就是一旦被这个中共所这个裹挟的话，其实。失去的不光是这个经济啊，还有自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共他想搞的这个23条这个立法又开始了，就是这些年不知道香港有多少的香港人去为了反对这个北京把这个红色的恐怖伸到这个香港来去，举行这个抗议啊什么之类。但是你看这东西一直就是都没有放松，就香港就是从这个繁华的东方之珠已经变成了非常萧条了，就这样他还不放松，所以这个东西也是臭港，香港变臭港，嗯，你就从这个香港的这个恒生指数看，嗯，也是跟大陆这个 A 股是一样的嘛，叫大跌，嗯，对。第二个就是现在那个原来香港的这个其实股市还是在全球排名第三和第几，嗯，现在已经被印度超越了。嗯，就你就知道这个香港现在的经济现在的都是因为什么呀，嗯，都是因为共产党深入的缘故，就把这个能下蛋的这个金鸡给它宰了，给控制了，嗯，所以这里边你看再加上刚才你说的香港的这个资金流出，嗯，人员这个人才流失，嗯，那大家肯定全世界也是跟着就是那个资金都是撤离嘛，是的，你不仅香港人撤离啊，那全世界在原来在香港的建立的这些公司啊，嗯，还有这些投资啊，人家也要撤离啊，因为都知道你现在香港就是大陆的一个城市而已了，嗯，所以说才导致了今天这个结果，嗯，股市、汇市，然后香港房地产，嗯，各方面全部这个一直在跌嘛，一直在那，嗯，然后整个全世界都看空嘛，这些投资机构，嗯，在看空香港，跟看空中国是一模一样的，嗯，对。所以我看到就是北京就是习近平呢他还是说想把这个就是在内地的就是哪怕是民事和这个商业的这个法律呢，嗯，也要强加到这个香港人身上。那这样的话就表示用法律的方式可以合法的中共可以去抢夺香港人的资产啊生意啊，就像他们对待马云是一样的，等于香港就失去了最后一个保护神圣的这个私有财产，包括自己的生意，这现在都面临着被中共这个打砸抢的这种威胁了。 嗯好，那我们就是还有一个事情我其实也想问一下这个导哥，我看到您发了一个这个盖文哈，就关于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四大天王的歌手叫刘德华哈，嗯，然后大家就看一下，因为他是就是被拉去嘛，是作为这个是影协的副主席，对，然后呢，所以呢，因为他是一个香港人嘛，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哇，就当时很多人就是听了他的歌，就是对香港那个就是东方之珠的那个时代有非常好的印象，所以很多人看了以后就很失望。所以您能跟我们的这个观众讲讲，就是您为什么发这个推呢？对，因为我看到网上咱们这个有我们新东联邦的战友在攻击，嗯，在说这个刘德华怎么样了，嗯，然后跟共产党一起啊，嗯，等等的这些事情，嗯，所以我当时我就说这个不要去攻击刘德华，因为第一个就是现在共产党已经整个控制了香港，你告诉我那你要不就离开，要么那你在那个环境当中你是身不由己的，我不能说这个某某某谁谁谁他一定是支持这个新中国联邦，但我们没必要去树敌嘛，因为刘德华先生他是在香港在港澳台这边他是一个很有代表的这个代表性的这个艺人，嗯，
是吧？我们过去郭宪在这个直播里面就跟他讲了，在港澳台地区的艺人圈里面，很多人是支持新中联盟、支持爆料革命的，那我们干嘛去得罪嘛？嗯、是吧？再说了。你怎么知道？咱们怎么知道刘德华现在他是自己自愿的去担任这个呢？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说，我们干嘛没必要去攻击？因为我们的敌人不是他们，不是香港的艺人，我们的敌人是共产党，共产党的体系是习近平，对吧？嗯，不是他们，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攻击，我们不要去树敌。咱们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敌人弄得太多，是吧？我们敌人还不够多嘛。所以我们不要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看这个发了以后，很多的战友都把自己的那个贴文盖文给删掉，这个很好，就是咱们大家跟着联盟的这个宣传，不要去树敌，不要去这个无谓的浪费这些时间在这个咱们不必要的这个对象身上，是吧？更何况你怎么知道很多的艺人他不是支持新中联盟，只是人家不说而已嘛，是吧？对，所以就是说只要是在中共体制下都会是很多人身不由己的，包括体制内的人，体制内的很多人过去爆料，过去这个直播里说体制内的很多的九千万的大部分都是善良的人，甚至很多有一部分他也是支持爆料革命行动，他们就等着我们赢呢。你包括过去郭宪还在说呢，王岐山有一天出来灭共了，我们也接纳他，是吧？那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攻击这些人呢？没必要，千万不要去攻击。对，好的，谢谢导哥的这个分享。那我们就看一下，就是最近郭先生和艳萍女士的法庭文件哈。就是我看到这个刑事案，就是236号文件呢，就是王艳萍女士的律师呢，他有进一步支持，就是艳萍之前发的一个庭审前的一个动议。然后呢，他是在这个动议里面，他这次呢，在这次进一步支持的这个这个备忘录里面，他有讲到，就是艳萍女士她希望就是达到了四个，就是这个要求吧。我们请这个导播往下给看一下，就是再往下一点，就是这四条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希望法庭能够批准他的这个庭审前的这个动议。第一个呢就是说不要采用当时这个搜查。就是王女士公寓内搜到的一些证据，因为她觉得这个搜查的这个面就太广，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所以就是如果程序不正义的话，所以你通过这个不正义的程序得到东西也不应该用，这是律师的他这个一个 argument。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后来这个艳萍女士被捕以后呢，她说的一些证词，比如说的什么这个 password 是在哪儿什么，这样她也是就是也不应该采用，就是就应该是不生效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艳萍女士的很多的指控啊，其实艳萍女士说你应该给我一个很具体的，到底是我是在哪方面是就是被 charge 了，是就希望有说的更具体那个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希望跟郭先生这个分开审理，就是在庭审的时候分开，因为他说就是说我就是就具体的这个内容呢，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官网上面呢看这个英文的原文，然后很快呢就是也会有中文的翻译就出来。他大概的这个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说就是他其实是他跟郭先生做的事情很多是就不一样的，你知道吗？然后所以他说呢就是应该是分开处理比较好。所以呢这个是236号文件。然后呢还有一个237号文件呢是艳萍女士的律师团队呢有一个律师呢他也是发了一个声明，就表示支持这个就是庭审前的动议。这个就是一页纸。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郭先生的这个就是这边情况。我们上次呢有谈到在刑事法庭呢235号文件，郭先生的律师团队呢有进一步要求，就是说能够去暂缓破产的这个破产案的程序，因为他说在这个替代起诉书里面呢这个破产案和刑事案呢有很大的重合，然后呢所以希望法官呢再根据这个就是这个替代起诉书里面出现的大量的重合呢能够重新去审视就是他做的这个决定。那么果然我们就看到呢就是破产案的这个受托人呢他自己发了一个这个动议，他说同意就是暂停就是暂缓这个针对这个 MAWA 这个基地他要
暂缓，然后暂缓到什么时候呢？就是等到这个刑事案的这个庭审结束以后，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呢，就是2月2号的时候呢，就是破产法庭的这个曼宁法官呢，他就签署令了，就同意了。所以呢，这个暂缓这个破产案这个事情呢，就是大概就是尘埃落定，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导哥，您看了就是最近的这个这些法庭文件哈，您觉得下面还会怎么样的发展？就是我们是做一个猜测吧，或者是一个分析？你说这个破产案这个暂停啊暂缓，这个还是那个破产法庭做的一个决定，对不对？嗯，是的。实际上还不是南区法院。对，因为实际上这个是曼宁，对，就郭宪的律师团是跟这个代表郭宪是跟南区法院提出了一个，哦，对，所以这边他的结果还没出来。嗯，我估计这个二月底之前应该他肯定也会出结果出来。嗯，对，这个是我们未来要看，因为你这边南区法院出来的这个 stay 的，他这个决定里边的 对里边的具体的一些要求会不会跟这边不一样？嗯，他这边主要是针对，你看他那个 case 是2305017，所以主要是针对这个 MAWA 基地的，不是说所有的这个东西。对，因为它不是针对整个这个破产案，嗯，所有的是不是都 stay， 所以我们还要期待看这个南区法院的一个结果。嗯，第二个就是接下来我觉得应该还会有一些文件出来，比如说过去这个郭宪又提交了一个动议，要求是这个政府要提交很多有利于郭宪和新中国联邦的一些文件。嗯嗯，你还记得吧？对，我记得这里边有一些什么猎狐，那个好像还没有一个，对，对，猎狐文件啊等等的这些，嗯，要提交出来。嗯，所以我们接下来有可能，嗯，我估计这个也是可能二月份左右，嗯，这个文件也会出来。嗯，那这文件为什么我说提醒大家去关注，然后未来我们就看，因为这里边你会印证了过去很多的郭宪爆料提到的，嗯，这个一些案件也好啊，一些这个被共产党在这个，嗯，你像猎狐行动，就是共产党安排的人去对他进行这个，不管是从宣传这一块，还是说从法律这一块的一些追溯等等。嗯，另外一个就是有利于新中国联邦的一些事情，嗯，那政府会不会披露出来？披露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过去新中国联邦做了哪些重要的事情，嗯，人家都知道。嗯，我们不要就更印证了，就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咱们过去做的很多事情，包括很多的活动，那影响力是很大的。嗯，是所有的这个不仅是美国，是国际社会都在关注的。嗯，所以我们为什么也这个要提醒大家就关注这方面的。嗯嗯，另外一个我想这个，因为大家知道这个520这个庭审的日期目前暂定的那个时间嘛。嗯，那在这个按照这种大的案子的惯例，我咨询过一些律师，他们都说在这个庭审之前的一个月左右，嗯，那很多的这个大的案件都会发生一些大的变化。哦，对，就因为只剩一个月了嘛，只剩一个月，给双方留的时间也不多。嗯，那么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想法呀或者什么，他就会可能会要很紧张的，就要大家双方去谈。嗯，那您是说是可能会有一个转折吗？还是有一个是大家会意想不到的一种？对，这种可能性都会有啊。Okay， 你像过去很多的案子，我们看到也重大的案子的时候，可能在最后一个月或者最后一个星期和解了，嗯，对吧？或者说哎 dismiss 了，就过去咱们这个郭宪的案子也提过 dismiss 嘛，嗯，那就最后一个月也那么有可能期待会有一些大的变化，嗯，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变，嗯，有可能什么样的变化，嗯，所以我们未来值得期待。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嗯，那520这个时间会不会有可能会推迟啊？那也不排除有可能会推迟啊，这个很难说。嗯，对 I see，嗯，所以说好的，咱们就接下来拭目以待，嗯，然后耐心的去关注这个案子，嗯，还有出来的一系列的这文件。 嗯， 嗯，好的，谢谢导哥。那就是郭先生，我想就是和艳萍女士，就是离这个520还有多少？还有4个月吧？还有对对对，没有，还有3个多月。对，所以他们现在应该还是就是都在忙着这个准备他们的对，啊，案子的这些文件啊，文件跟律师的这个探讨啊，嗯，然后准备应对的一些，嗯，我相信会有很多，嗯，因为这个政府不断的释放一些文件给他们嘛。嗯，肯定是越来越多的文件，而且后面的文件是越来越重要。嗯，是吧？那你就要去怎么去应对，嗯，啊，嗯，是的，包括有利的文件，也可能放一些有利的文件。嗯，按照那个过去那 Brady 是吧？对 ，Brady 他会给一些有利的文件，嗯，那有利的文件你在案子里怎么去用？嗯，所以这些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准备了。嗯，所以他们绝大部分的现在的时间应该都是在忙这些。嗯，
那就是说，就是大家也很关心郭人的近况，我们就是还是关注郭美的这个盖特，对对对，然后他们去看那个郭先生以后会跟大家对对对对，目前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别的需要去分享，嗯、对，嗯，那就是。联盟这边的近况，我看到就是台湾的这个战友还是就是坚持不懈的，就是在这个去户外啊，对，然后跟这个台湾的民众告诉他们这个中共的这个邪恶。所以对，我看到他们还跟新的这个立法议员，立法议员 对他们也开始了，是，就像我们在美国走进白宫去跟一些议员去交流，还有像在加拿大呀，在这个。英国呀、啊、牛津农场他们都在做这些事情、嗯、其实这个就是从一点一点的去做、嗯、去提高新中国联邦的影响力、嗯、然后提高这些立法议员、嗯、或者是政府机构的人对共产党邪恶的认识，嗯，这就是靠一点一点做出来，你不要，我们千万别指望说突然性的这个西方国家对共产党呢完全认清了、嗯、完全认识到了共产党的对西方国家的渗透了、嗯、不是这样的，需要我们一点一点去做、嗯、但是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你看我们在这个爆料，在过去六七年的这个爆料，郭先带着我们，然后我们不断的宣传，315过后我们也持续的在做，所以现在在西方世界影响的这个反响是很大的，尤其是我们中间还有很多的这些爆料的这些这个情报是吧，得到不断的这个验证，所以你想有多少人在关注我们，关注新中国联邦，关注郭先的案子，所以你说我们怎么可能不成功嘛，对不对？嗯，是的，我们得到绝大部分人的支持，嗯，所以不要去看，不要盯着这些伪类清明贼这帮人，这个这些垃圾，每天他天天就造谣抹黑新中国联邦，真正的新中国联邦的影响力那是远远他们不可企及的，他们每天在干嘛，对不对？每天过去在做什么呀？每天无所事事，就天天发文字，他做了啥呀？就像那黄河边干了反暴了革命，抹黑暴了革命，他过去有什么改变了吗？他是房子变大了，还是衣服变好了，还是吃得好了，对不对？什么也没有，就耗尽了他几年的时间。但新中国联邦爆料革命占有这几年的变化有多大，我们要看到这个新中国联邦的影响力有多大，这几年变了多大，所以我们千万别去被伪类就影响了。伪类现在跳得很厉害，为什么呀？领了任务啊，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抹黑，越要造谣，越这个网络上你看不断的搞这个，又是搞节目搞视频，天天这个联合起来来抹黑，在造谣新这个联盟，造谣农场主啊，农场的这些人员，他们这些领任务干这些活，干这些脏活，是吧？就搞这些。但是我们要有这个耐心，或者是有这个心理准备。我们爆料革命新中国联邦这么大的一个组织，他你不可能看不到这些苍蝇蚊子的，是不是？你怎么可能没有嘛？你爆料革命内部人也有人退出爆料革命，反爆料革命的都有啊。你过去咱们现在网络平台上过去看到各农场，过去曾经是农场的一些核心人员，现在反爆料革命的啊，跳出来说什么爆料这个联盟内部怎么样怎么样？到今天你告诉我他爆料啥了？爆啥大料了？对不对？能说出啥东西啊？都是没有能力，这拿了共产党几个小钱啊，甚至有些是自干五做的这些事情，所以咱们千万不要去在乎。是吧？我们要接受这个，咱们在干这个伟大的事业、伟大的这个革命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接受有这种苍蝇、蚊子、垃圾的存在，对吧？只要我们的方向别去改变就可以了。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哪怕你看郭宪，这个从315过后到现在，他的没在外面，爆料革命现在做了多少事情啊？是不是爆了多少料啊？我们战友做了多少这个宣传啊？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多了多少啊？这还是郭先不在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咱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这个伪类完全是，这根本他们也意识不到他们今天在做的这些事情。有一天等这个咱们爆料革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早已经被我们甩在这个这身后了，那都是这些垃圾。所以我们不要去在乎他们，对，我们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那我看到就是这个台湾战友还有包括那个英国的这个钢琴家哈，他们都拿那个维尼熊，大家都知道这个维尼熊是代表什么，因为最近非常火的就那首歌叫龙的传人嘛。对，这个黄志明哈，他一下现在就
超级火。对对对。然后呢，其实我们在这个片尾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个他另外一个非常火的一个歌曲。嗯，这也是我觉得是纪念这个香港人，就是说为了自由去抗争的。对。所以我就想问您一下，就是说，您觉得这黄志明他的这个无论是这个歌啊，还是这个音乐的视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就这么火？他是一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我华人哈，您觉得他这些这个就怎么就是能够打动这么多人的这个心灵的？对，我在这个说这个之前啊，就是我先还讲联盟这边，我今天有个好消息跟大家就分享一下。就今天早上我们有一个农场的这个 CEO 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他们农场有一个战友在英国，从国内到了英国，然后申请了政治庇护，成功了。对，成功了。哦，太好了。对，今天就是我们的昨天，他们申请成功了，恭喜。而且他的具体的政治庇护的案例就是新中国联邦暴力革命，然后这个灭共，在灭共，然后我们强调这个咱们是这个最大的一个灭共组织。哦，所以昨天申请成功了，这绝对是一个喜事啊，大喜事。太好了，恭喜恭喜。所以咱们千万不要去放弃，我们在或者是怀疑我们做的这个正义的事情，一定要坚持。世界上真正的绝大部分人都是善良的正义的人，一定会得到他们支持。我们不要看眼前的这些对我们不利的，或者是眼前的这些苍蝇蚊子天天在这边喊，是吧？真正的等待我们，只要我们坚持，等待我们就是赢，就是成功，就是胜利。对，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音乐，其实你还记得黄明志还是黄明志对不起说错了，过去对黄明志过去这个过去你还记得在山西的时候，郭宪其实经常跟我们分享这个音乐，他音乐的理念，他的这个理解，所以我今天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记得这个过去他跟我们讲，就是说当然这个音乐我们的理解，咱们不是专业的人，我们的理解音乐我们觉得好听，哎，这个音乐不错，这样真正对他这个郭宪讲的，在真正好的音乐不是说不一定说你觉得好听它是好音乐，好的音乐它一定要有一个有灵魂，然后它有这个什么呢，它是跟比如说跟宗教相关，跟这个信仰相关，然后有追求这个正义的，追求正义，哎，这个我给大家展示的这个什么，就是郭宪过去推荐的这么一个歌手，他的这个歌曲很受欢迎，很受欢迎，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就是这个是郭宪过去推荐我们去听的，然后这里面我们在说的这个音乐这一块，就是说你说黄明志的这个音乐他为什么影响力大，是因为叫郭宪过去说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音乐好不好，能不能会有巨大的影响力，就是看他的思想，就你的这音乐传递的，或者音乐这个音乐家的他传递的这个思想，或者他本人的这个思想，他是不是很伟大。你比如说他做的这些文丽雄，他这个歌你马上能听了以后，你马上能感觉出来是什么，他在针对这个反现实的一种这个信息的传递，对不对？对中共的独裁的这种展现，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目前的灭共的大势所趋的形势下，引起这么多人的这个反响，是吧？所以说另外一个就是郭宪过去也在讲，就是音乐这一块，就是说在中共肯定是没有真正的音乐，包括体育，我们海东以前讲的就是没有真正的体育，还音乐也是一样，没有真正的音乐，因为你没有灵魂，对，它没有灵魂，它不是这种这个思想上面真正是跟宗教跟这个这个信仰相关的，因为中共它打压你信仰嘛，是吧？所以呢就做不出这样像样的歌，那么包括像这个香港这个港澳台也是一样的，什么时候我们觉得那些音乐很好，是因为在共产党踏入之前那些音乐都很好，但共产党一旦踏入之后这音乐就不行了，你像现在香港的这些歌有多少大家很喜欢就听的，对不对？你包括现在的这个新加坡，新加坡你像新加坡还算是有法治的，但是他没有自由，所以他也做不出这些歌出来，真的是。所以新加坡是有法治但是没有自由，对，你看这个郭宪对音乐的这个理解那是很深的，就我们不懂音乐可能我们也没法去说那么多，但是他对这个音乐的理解是很多的，你像过去还讲过说咱们这个人在这个社会上，这个地球上有三样东西是必须要有的，第一个就是食物，肯定是要有你的生存，对，音乐其中第一个，第三个是什么，就是安全，安全，对，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音乐是有多重要。嗯，音乐它是打破了这种文化的障碍，嗯，语言的障碍，对不对？你就很多人你语言讲不通，但是音乐你能所以包括他的这英文名字 Miles 也是就是来自一个歌手的一个搞音乐的人的名字。对，嗯，所以说这个在音乐这一块大家可以去，嗯，可以去探讨探讨。我咱不懂音乐，但是我相信懂音乐的人就可以理解郭宪为什么说的，嗯，尤其是在我们在原来在三 C 的时候，嗯，郭宪经常跟我们分享在现场唱，嗯，然后再跟我们分享这些音乐的，嗯，这方面的他的这个理解嘛。嗯，然后像郭宪推荐的这个歌手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因为他的这些音乐受欢迎，嗯，他的这些音乐有些音乐都是在四五十年前做出来的，嗯 okay，或者说这些西方国家做出来的这些好的音乐是四五十年前，嗯，我们跟人家差太远了。嗯，咱们四五十年前中国在干嘛呀，或者是七八十年前都在歌颂毛泽东，嗯，是吧，就歌颂共产党，就这也是，所以没有真正的，没有真正的音乐，只有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面才会有真正的音乐。 嗯，就我们跟人家差距太远，嗯，然后音乐也不会死，嗯，就音乐你要做成好的这个音乐它永远都是流芳百世，流芳百世的。 嗯，所以说大家可以去理解理解，以后我可以把这个，回头我可以把郭宪过去的音乐的这方面理解整理成文字给大家去分享。哦，太好了，期待期待。对，我们不懂，但是我们把郭宪的理解我们可以分享出来，嗯，让一些懂音乐的这些战友也好，嗯，或者说咱们的华人也好，嗯，去理解理解，或者说看看能不能获得一些有用的这些知识，是吧。嗯，对，嗯，哇，真的是谢谢导哥啊，分享。嗯，其实以前我就觉得这个音乐啊是就是抒发一个人的这个情怀的，但是我现在就知道这个东西真正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你才有真正的音乐。对，不然的话就是音乐是实际上就是被变成这个暴君和独裁去为他们那个歌功颂德的一种方式了。对对对，嗯，等于是对音乐的亵渎。嗯，音乐是过去讲的叫音乐是灵魂与万物交流沟通的最好的方式。嗯，对，我都不理解，但是听起来很有道理。我也觉得我不理解，但是我觉得听着也挺有道理。对对对，所以最好的交流方式就是你看我跟你语言可能没法交流，嗯，但是音乐就可以能交流起来。那我能不能说就是说其实最好的音乐家并不是说他受过很多很多声乐方面的教育，他的声色有多少，而是说他是真正从灵魂里面放出来的声音，嗯，能够跟这个别人交流，或者跟宇宙万物一种沟通。对，可以这么说吗？这我也，嗯，我也不太懂啊，嗯，音乐反正这个音乐是很大的，嗯，我们大家都，嗯，过去也很多人都喜欢听音乐，嗯，有时候你听了音乐你可能就会让你，心情不好，或者是让这种忧伤啊或者痛苦哎就能转变，嗯，转变了变成阳光，变成快乐等等的这些。那导哥您平时都听什么音乐啊？各种音乐都会听。什么呢？就是说是是那种就是是传统的吗？因为什么有什么京剧什么之类，这也说的不是，对对，比较传统的民族的这种，或者民族的这个，对对对，江南小调。对对对对，嗯，比较喜欢，嗯，哦，那就是郭先生他一般都喜欢什么样？我发现他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抗争性的，就比如说这个 Bob Marley 这人，对对，嗯，就是他完全就是说是属于那种就是对抗一种强权的，就是这种的音乐，包括他而且为弱者，比如说他唱的这个锁链叫 铁锁梦，啊，实际上就是刚才你看他说的这里面，就是你要么跟宗教相关，信仰相关，嗯，还有个就是反现实的追求正义的，嗯，这种音乐，嗯，是吧，嗯，那你像暴力革命过去做的那些歌，嗯，那音乐不就是这属于这种，对，就是铁锁梦啊，还有那个包括风清黄，就是这些歌曲，对对对，嗯嗯，还有 Take Down CCP， 对对对，嗯，还有 Fight for， 这些歌一定会流芳百世，嗯，一定会流传下去，嗯，真的是好哇，非常感谢，嗯，真的是，嗯，哎，导哥，我还想问一个，就是马上就要过年了嘛，这个春节大直播，我们是什么时候啊？我们要不要跟大家哦，我们直播对是在已经各农场已经在组织联盟在协调，嗯，然后目前定下来的时间是2月9号，除夕的那天，嗯，9号，除夕的那天，对，这个好日子。嗯嗯，对，今年想能不能过好年就要除夕，哦，除夕，对，除夕，对对对对，嗯，对，
所以我们可以除夕。除夕那天，我们美东时间会在上午大概八点钟左右开始。嗯，对对。然后我们也有各种形式的这个直播，有农场的连线，有一些嘉宾参与，有一些农场的线下活动，还有一些这个对，有一些那个咱们这个有一些重要的分享，甚至有可能会有一些爆料啊等等的都会有。好的，对，大家拭目以待。那就是说如果有这个就是想参与这个才艺表演的话，可以去联系各地的农场。对对，联系各农场，对各农场，然后登记，联盟这边同意协调，到时候我们会制作出一个节目单出来，会提前给所有的战友。好嘞，好，谢谢导哥。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有点时间长了，不过非常感谢能够听到就是以前工人对这音乐方面的理解很有意思。那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那个您就带领我们战友给郭先生还有他家人，还有王艳萍女士，还有就是墙内墙外所有的战友们和支持爆料革命的善良的人们一起做个祈福吧。好，谢谢。好，好，谢谢导哥，谢谢大家，谢万佛万神保佑，下次我们节目再见。好，再见，谢谢。酝酿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夜黑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兄弟，那些光辉的岁月，高举着拳头满腔热血，为了理想和自由，我们撑过了多少寒夜，不顾一切不能抹灭，风雨里追赶，就算再多的梦夜，每次濒临幻灭崩溃瓦解，我们始终在最前线，追逐的不是过眼云烟，是火焰，是坚决一起共同创造的心中完美的世界。畏惧用力奔向远方最终的目标，不计在风中你我都曾经跌倒，岁月如梭伤痛不可能忘掉，燃起胸口的火药不放手要紧紧抓牢，酝酿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夜黑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他说他放下想平静庸碌的过生活，他说他离开是因为敌不过也戳不破，他说请认命吧认输吧，不是我们的错，那一片海阔天空再看不见白鸽和彩虹，用完最后一口气捍卫最卑微的权利，在乌烟瘴气的高压下拼命的用力呼吸，从前的战友和兄弟切记我们曾一起努力，用我之前冲撞暴力，用力
奔向远方最终的目标。不仅在风中，你我都曾经跌倒，岁月如梭，伤痛不可能永远燃起生活的火药，不放手要紧紧抓牢。为何对自己耻笑？为何让勇敢失效？在不停坠入死角。也许会饱受煎熬，也许已无可救药，梦想是最后依靠。原谅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夜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前路茫茫，遥望夜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我依然去拥抱。